救命啊啊啊！不行哦，你儿子被我们绑架，这招已经是老套了。看我电话呢，你确定那个手机号码是你母爱的？喂，妈咪，妈咪，那你要多少钱？300万就好。你是准新地的市大家较好嫁，你不是讲伊是咱的财神爷，爱对伊较好？退后的退，不是 退，台湾国语。叫他先不要急啦，到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去环游世界。刚才那通电话，你们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吗？老大的意思是说，那女人的儿子真的被绑架了。30万，有，我有。不能这样子，我已经把钱给你们。你看啥？我看伊啊是暗示讲啊，把铁挤出来哦。你们公司到底在做什么？上没几天班就可以预支奖金？这是我昨天新拟好的教战手册。你跟我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在做牛郎？想不到是屁，钱最实在。就要再麻烦你破费一次啊，300万，准备钓大鱼。钓鱼啊，总希望对不？先搬去夜市里。趁年轻的时候，不用谈，尽量谈，卖好你某家对你的假控。好戏啦，做低做高，一个满地做三下来。你被绑架了，跟我给你登山。有。你什么罩杯啊？啊，变态。